为什么修行很沉重？为什么？那又如何放松呢？怎么放松？我问你，怎么放松？懂的人举手。怎么放松？实修啊，实修啊。无理无事，无理无言，无理无听，无理无说。你要唱歌啊？你怎么才会轻松呢？心安理得，是不是？你如何心安呢？做对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刚刚开始到现在，我所讲的东西，你要做到啊，你才会心安。理得不是说你得就得啊，是不是？别人给你的眼神，给你的互动，给你的所有的结果，你才会自然而然的有所得。不管人家是给你脸色，还是给你笑脸，你都会有得啊，是不是？只是得好还是得坏而已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咯，一切还是要智慧，修行修智慧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每个人都有智慧，每个人已经升天了？你有没有发现？可以见得，你智慧够，你就想得通，快乐是神仙升天，对不对？智慧不够，处处卡，处处不对，处处怨天尤人，刹那间不要说升天了，能在人间已经不错了，搞不好在地下了，是不是？每天过着啊痛苦的日子，所以这一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还是要把道理弄通。所以我一再讲啊，那超马世界的学员，因为道理通，所以你做的每件事情，对的几率大过于错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逻辑对了嘛，所以你每件事情要做是不是要判断？要判断。那判断凭什么判断？凭你原先有的逻辑。逻辑怎么来？因为你了解事情，了解道理，所以很多东西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总称，然后后来红尘中的事为其中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再回去问你那原先有的 data。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搞清楚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平常就很重要了。所以平常弄通怎么着重要啊？所以就不是说你爱不爱听的问题了，是你必须达标的问题。哦，所以咯，沉重，每个人都有经验嘛，压一来就沉重，是不是？没有完成就沉重啊、哦。那对于自己心啊、哦、所想的没达标也沉重，是不是？反正有还是没有啊？有没有的时候，中间都沉重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如法实修啊，该要做的你就千万一刻不得闲，到位，到位。你说每个都沾一下，然后说最后要达标，我看比较难。为什么？这边沾一下，如果满分是百分之百，你这边沾一下。是50%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另外一个东西又沾一下50%。今天50%再加50%，那才可能你在针对这件事情里面，可能还不是加吧？50%全部连在一起，应该是相乘吧？比较像哦，